会吧。Hello。没事，就我在这儿。什么意思呀？因为我们在等那个光呢。来了，对，我们在等那个光。对，就是我们要等到3点左右开始拍。我们预估的太那什么了，我们以为做造型需要很久很久，结果就是今天迅速的弄完了。谢小鱼仔的帅，Hello，对，那时候会好看一点。哦，我再也不通宵了，我受不了一点，困死我了，有点像，哎，差不多。好米啊，我对这边，我要被吹死了，我今天。啊，你发吧。怎么你们今天都起那么早？这才2点呢。画质嘛，可能因为我在外边用流量，它就吞画质。没风的地方哪哪都有风，我说这个风四面八方的吹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可能已经感冒了。他后面的草里，那我应该要被请出来，我应该躲在那个草。我们两个都在无聊的等光，等太阳。谢 T T L 的七天的奶茶呀，看不到什么，不用等。主要我的那个非常的严实，对。多草丛，哎，我觉得这边的蚊子特别有礼貌。就这边的蚊子虽然咬了你，就但它就是当时痒一下，然后当时有包，然后之后就没有包了。就是我昨晚回去一点都不痒，也一点都不那啥。衣服就是一个非常仙气的毛毛，像我是仙女，很冷。冷的要数，因为它那个风嗖嗖吹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蚊子还挺有礼貌的，哇，对，那个蚊子，我觉得那个蚊子蛮有礼貌，就是它叮人的时候，它就是它只有当时是痒。而且我今天也没有找到蚊子包，我觉得这个蚊子还怪礼貌的。有没有？没有，这里没有大马。这里只有一个海，我们昨天也在这拍的。我拍了好多视频素材，我觉得够我剪2-3个我的那个歌了。对，我说这个公园要花50块钱才能进来，真抠。而且我们想去德克士坐一坐的，结果德克士都不开门，吹走了，吹鼻涕吹出来倒是真的。啊，就是我们在等光，还没拍呢。打电话是偷听，救命！你外放吗？谢谢大猪猪的七天奶茶呀，好贵，真的好贵。没关系，我可能已经着凉了，但是我明天拍完就后天就没事了。这是天井，对，这是天井。这是什么造型？这是美丽的造型。你让全班都听到我的直播。等个太阳，对，等到个3点左右。明天要拍证件，然后我今年不搞那么长，我打算把我的演讲稿写长一点，但是我的证件不拍那么长，因为要背诵，所以我已经写好了。我昨天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写好了。
然后明天就是直接说一说，你正好就拍完就行了。谢猫的高级马卡龙，两个高级马卡龙，祝你今晚做梦有仙女。能退一个吗？没抖，就送了一个，哪送了两个，就送了一个，谢谢你。祝你晚上能见到仙女。哇，我刚刚打瞌睡，老牛了，就是小铃铛，我就是有多牛呢？我刚每次就是每睡每打一个瞌睡，我都能做一个梦，老厉害了。七点起来送礼物，你好爱我，谢谢你。对，叮叮当当，我这个黑眼圈还好吧？哎，反正忙完这几天吧，忙完这几天我就狠狠回家，我打算回家看一下我的脸。我觉得北京医生不靠谱，我要去找昆明医生。我们昆明医生老靠谱了，我之前去的医院老靠谱，有一点。我今天早上拍的时候鼻涕就流出来了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就是晚上会吓死你的鬼东西。是，我现在就是在公园长椅上，我思维，我确实混乱，我昨天晚上气死了，破伞，对，这伞老破了，给你们看一眼。老破了，昆明人不骗昆明，对，他们真不骗昆明，也有骗的，但是大概率是不骗的。我之前鼻炎，开了一个医生的药，吃了一直不好，吃了一星期不见好，后来去了第二次去开药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医生，哇，一喝他那个药我好了。明天晚上我不好，我也狠狠的睡，但我应该睡不了一天，但我狠狠的睡。养养猪皮，真得养养猪皮。我的脑门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一直在脱皮。啊？怎么你这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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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逗号啊？对，在后面没有。我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，我现在躺下就可以入睡。我给你们表演一下，什么叫什么叫可怜。我现在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呢。哎，是故意才说成这样？什么呀？脱皮干的，应该不是干的，因为我补水，不是穿越剧。这是我今天拍照，我这不是 PV， 这是好看的照片。我 PV 拍的差不多了，我拍了好多素材。我们有好多素材，我觉得剪吧肯定够了。因为毕竟只有一分半的，昆明人，对，昆明不骗我，你认出这个公园，你来冻死你，可不行呀，好看，对，我躺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，一会儿被刮走了，应该不会，这椅子还挺宽的，谢谢放课后的。哎，不对，看错了，谢谢票的权杖，我的天哪，谢谢你送给仙女的，仙女棒，仙女就是要配仙女棒，你是懂的，祝你有仙女给你实现愿望，像那个 Cinderella， 什么时候来接？你就不能去找他？甜，那你们都可以甜，你们都能甜。哦，对啊，那是灰，对啊，就是灰姑娘，她遇到她的仙女教母，那吓人。这样，你们。取一个中间的地方会面，然后去，然后来北京看公演，看公演，什么酵母？好吃的酵母，为什么不能念？姐，我不卡吧？我不知道我卡不卡，那就那也太远了吧。那也太远了吧，你们就不能找个国内的地方，然后你们美美的旅游？哇，对，去
停了直播，我刚睡着了，就是为了防止我再睡着，所以我就现在开个直播，因为我这个人睡着我眼睛就会斗鸡，就是刚醒的话我眼睛会斗鸡，刚睡醒的话，我就是现在缓过来了，所以我要就着这股劲儿，我就不能再睡了，让自己不睡觉。斜视头，我觉得是，就是我斜视，跟我之前斜视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说它就是之前斜视是一个持续性的症状，现在它是一个短暂的，就只有刚睡醒会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跟之前斜视肯定是有关系的。我现在回天宫，我一会儿我就腾云驾雾，我就回去了。所以建议一下，建议大家就不要躺着玩手机，不要侧躺玩手机，不能人造一下阳光，因为不知道怎么人造。我们昨天打了个手电筒，拍的老好看了。我们拍那个丧尸片，我们拍那个像丧尸片，本来想拍个那个，结果拍成丧尸片，那个手老吓人了。你刚睡醒眼压高，我感觉睡醒就是那个会，反正就是我今天睡醒的时候老难受了眼睛。你都趴着玩，你凭什么不躺着玩？你跟我们假玩，所以你不跟我们同流合污，你躺着玩，你能当丧尸吗？真的，本来想拍那种，结果拍了一个丧尸，睡太久眼睛会疼。哦，会，确实。我喜欢我昨天看见一个女主变成丧尸，然后还有意识，然后叭叭叭，然后反正我昨晚看小说看了好了。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在公园，这是在。小火车，在坐小火车。对，我是户外主播。这是在一个50块钱，价值50块钱的公园。小火车，我是托马斯，好美啊！小火车，哇！我今天早上那个风太大了，我们拍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冷，然后那个风太大了，那个刘海都全部吹上去了，然后显得我嘎嘎秃。然后我们后来就放弃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然后买了两个煎饼吃，那个煎饼还挺好吃。上个托马斯什么时候进圈？已经进圈了。谁是托马斯？啊，算了，我还是不问了。没打发钱，我打了，但是没打全。然后那个头发也没有，我们拍到了一个特别 emo 的镜头。我已经想好把它安在哪句歌词里了。老 emo 了。老孤独了，白早起了，没关系，我就没睡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差大家的几千票了。你被退学，那你还是上完吧，猪猪崩溃，猪猪昨晚确实有点崩溃，我有点烦，猪猪昨晚烦死了。越想越烦，昨天举报你了，你好过分，你好缺德。我穿着呢，我还姐姐还把那个外套给我了，小铃铛叮叮当当，这个在响，耳环在响，我发静态，不，我就是我跟你说，我一点儿我都不要露出来，我不会露出来一点儿，无法忍受 P 图，对。无法忍受一点儿，露啥？一些讨厌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把它 P 掉，我一定要把它弄完。但是，我后来怼着大头拍了，然后没有露出来的那个伤害，给你们找找。看我的大头，啊，对，这张没怎么露出来，这张还可以。
就不用 P 了。我其实本来也不 P， 我 P 的不是逗，你知道吗？ P 的是一些无语的东西。我 P， 你看我之前有逗我 P 吗？我真的很懒。对，这样不用 P， 有后面有得 P。我就是一个一点那么一颗颗，我都不允许它露出来。我现在要求非常严，非常膈应。什么？就 P 图呢？那个 P 图，我觉得今天的太阳没有昨天好。Live P 了还能动吗？不能了，所以我就更烦。弱了很多哦，冲！是不是快冲？走吧，一会儿，拜拜，我要去拍照了，不要太想我哦。拜拜拜拜拜拜，蹭点护肤行，拜拜，谢谢漂亮的爬。